好，慧慧的，我是教师，我是江老师，我现在人在哪里？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明星解密系列，每一次这个系列都会不小心变成好像豪宅探索。今天也是有不得了的豪宅以及不得了的民情要跟大家分享。那我现在人在哪里？我现在位于新竹的新埔，对不对？新竹的新埔。然后你看到这里，怎么会有一个这个仙人掌的温室的感觉呢？这只是他们这个社区里面的其中一个公园。这个社区有超级多超级漂亮的公园。那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非常厉害的民情是什么呢？就是史坦威的约翰兰农限量的民情。然后这台钢琴全球只有25台。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，因为这25台，你现在不看你也很难遇到下一台了吧？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去屋主家吧。我们现在已经抵达屋主的家了，屋主是郭老师，而且他跟我之间也算是非常的有缘分。郭老师也是一个钢琴老师，然后之前也有帮过我的同学弹过伴奏，我觉得这真的超酷，因为我们自己之前在那个讯息里面有聊到过。然后呢，这棵树你们先看一下，门口就是要摆这种树。你们这些俗人，你们是不是不知道？据说这种树有一些是那种比赛的树，然后都是要几十万的那种价格。我跟你讲，这个非常的漂亮。然后我们现在就先进去老师家里。郭老师好，老师，江老师好。老师，你真的吓到我，老师超美，对不对？老师的发色是什么？粉色吗？时尚。好大声，我好大声，我有破掉吗？时尚。进来就坐下，因为这里有一张椅子，超美的。但是老师，我发现假花呢，这是乐高花吗？对，因为两个小孩子嘛，那我自己小时候也是很喜欢乐高，所以说一出这个乐高花的时候，我们就很兴奋。老师，你真的是品味独特的人。我看到门口还有个盆栽，是哎。还有一个，我眼睛比较尖，老师来，你过来一点点。老师打扮得非常的漂亮，我有看到老师你这个。哎，可爱的小东西，很漂亮，是一个骷髅头。老师，你很喜欢收集骷髅头啊？是，大概14年前左右吧，开始哦，就有了这个收藏骷髅头的一个喜好。老师，我来猜一下，老师这个骷髅头需要100万吗？需要。那应该是不可能500万吧？那就打对折好了。再加一点，所以说我们先进来哦，200，所以今天搞不好在这集影片里面，斯坦威会是最便宜的东西，好可怕。老师，那我们现在可以参观一下你整个家吗？可以，来。构想这个家的时候，这个厨房我的设定就是说，只要我先生他因为喜欢，因为他喜欢做菜，所以他负责煮菜。对，这个叫做中岛吗？哦，这个，对，那这个中岛其实是我们台湾的一个品牌，叫贝瑞家。最重要是因为还有这个烧烤，所以这整个厨房需要到8位数吗？差不多。哦，你想真的讲，你说这个厨房要8位数？哦，哎，很棒。等一下，可是我们买到的价钱不是哦，真的，也台湾的定价。恭喜你，你什么时候如果没有要用的做，我把它搬回去我家。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到在吃瓜子的声音？我的鸟女儿叫吉利，她是我们的小孩。吉利，他会咬我吗？啊，不会。咬。这个灯很贵吗？非常贵啊。那我喜欢了。确实，这个灯，老师，这个灯其实是哪一国的？它是北欧的一对夫妻的设计师。它这个灯具的每一片的那个玫瑰花瓣都是手工去打造的。坊间很多仿的灯，可是都是仿他们的设计。对，仿他们的设计，有从那种几朵花到这种盛开的一个东西。对，对，精哎。这个价钱是有它的价值。对，那需要300吗？没有啦。哦，那这就便宜了吗？没有，这棵都要300，这棵都要300了。其实这都便宜，可以了，那么大棵又那么亮，这个。哇！请进。超漂亮的！天哪！都是哇，很多宝藏的感觉，而且。不要不要太感动，不要太感动，太好笑了。订阅一下啦，这个算是一个小小的摄影棚。这里有很多假鸟。对，这个是就是我们家吉利小姐的摄影棚。人家鸟都有摄影棚了。
我的摄影棚嘞！这是一个丝巾吗？是，那这是我的一幅画作，然后我把它做成丝巾这样子。对，因为这个就是我爸爸留下来给我的狗。去年十月，他已经15岁嘛，15岁老狗就上天堂当小天使哦。对，那实际上我创作狗的开始，大概就从他10岁开始。订阅一下啦，老师，请问一下这是拼图吗？这个柜子也太漂亮，我一上来我看到这个柜子，我就深深被吸引，因为你们这样远远看不到，看不看清楚，它是一块一块木头拼出来的。它这个是用拼的，还是它是一个木头制作来就是长这样？它是大约有2400片的拼接的那个拼接，对对对对，木头的拼接。这个有个钥匙呢，是我要打开呢，可以打开吗？可以可以。哦，它是一个酒柜哦。超级美，这个中间还有一个，这个也是木头雕的这个东西。对，这幅画其实原作就是卡拉瓦乔的《酒神》，喝了酒以后我们大家脸会有点红，腮红。对，所以他也特别去找了一个树瘤。对，他这个木头刚刚好有一个圆在这里。对，太精致了吧！我的天哪，酒嘞，这里是开酒的器材一整套，所以它原本这一整个 set 里面就有这些东西。是，然后最重要的是，这个是一个银器，那通常。他们会有侍酒师嘛？那其实最重要，对，然后最重要其实不是只有侍酒，还要侍毒，对，就是有没有毒这样子？就是像以前皇上吃东西，对对对，就是要那个什么针要插到那个饭里面，然后有毒，你要干嘛？你要做什么大事？因为现在变形金刚吗？天哪，这个柜真的太夸张了。对，它就是跟着酒柜一起搭在一起的。你说这个墙壁，对对对，跟这个框，跟这个框，这个木框。可是我跟你讲，你就算有钱要买这个柜子哦，你家也没地方放啦。我家客厅就摆这个酒柜，就把人都不要走路。不是不是价格的问题，就是刚刚你讲的要有空间去。不是价格的问题，这也是个大问题。我想知道这个不是问题的这个问题大概是多少？这酒柜我来猜，它一定至少要300万吧？要。它的定价，到底要多少？大概就是好像是那种20万、25万欧元之类的那种。可是摄影师在算，摄影师刚刚这样翻白眼，然后绕一圈，这样20万，绕完一圈。转过去以后，然后就看到那个外面的景色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你像是要推我出去晒太阳？为什么我有这种画面感？这里。这里真的很棒哎，其实我可以来这里住。老师呵呵笑而不答，尴尬。当初我会喜欢这个房子，也是因为这个一眼望出去的感觉就很像一个三角钢琴。真的。然后前面就像那个白剑啊、黑剑，就那个停车格子琴键，对不对？是。我的天哪，超可爱。怎么？就突然喝起茶来了呢，这个风格，老师家每一层楼都有不同的风格哎。然后这是因为先生喜欢泡茶吗？还是老师喜欢泡茶？我们都喜欢，然后就是算是一个休闲的空间。是平常你家是自己整理吗？有人帮忙你吗？没有。难怪你那么瘦哎！如果我有这个家，光是整理一轮我也瘦了。天哪，因为家里都整理的超棒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这样摸这样。都是咕叽的那种。那这棵树就是后来因为我狗狗走了，我就让它树葬在这下面。哦，所以狗狗是葬在这个下面。对，所以下面才会有一个它的牌子。哦，对啊，这个树好漂亮哦。是。它这样子这样搭配起来，然后看着这个遥远的风景，然后新竹的风，像一朵云啊，那个飘过去的感觉。哇，超美的，好香哦！你要弄什么香的，是不是？很喜欢精油，好香哦！这里味道超香，虽然你们闻不到，全部都是马。我看到马，是那个牌子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这个是别的牌子。对对对对对，可是它就真的是全部都是马。哎，这个也是马。对，万马奔腾就是这样子的感觉。哦，所以你们睡觉的时候都万马奔腾。哎，不可以这样对屋主不礼貌的。
这床尾柜，各位朋友，这不用我讲，这个都不要再叫我讲，这什么牌子不要老师教，有没有看老师的影片，有开箱一些名牌的部分，这是 LV 的床尾柜，对，那这个也是我梦想中的一个梦幻艺品。这上面还有这个彩绘，是它本来就有的吗？没有，有一个服务，就是说它可以替客人做这个彩绘的部分。不好意思，欢迎来到精品店。这简直像一个精品店，这就是一个精品店吧？老师，我可以背一下包包吗？可以。我想这一个更衣室就是所有女人的梦想。收集哪一个包包对你来讲是某个人生的里程碑还是什么吗？每一个包包对我来说都是有故事，然后也是我很喜欢独一无二的。那我们就讲俗一点，最贵的是哪一个？应该就是这一个包包。这个包包是我在瑞士旅行的时候收藏到的。所以那个时候走进去就是直接看到它了吗？刚好在它的店里面算是镇店之宝。台湾我们很多团员他们都会很喜欢，就是一般人喜欢的凯利包啊，铂金包，但是你对那个没有特别兴趣。对，我就喜欢比较特殊一点的东西。所以这个特别款要多少钱？我现在有点忘了，可是不便宜。要200吗？大概是。要300吗？应该没有了，应该没有。老师，你的衣柜真的很疯狂呢、欸！你看老师，很跳呢、欸。老师的这个衣柜这个大小，不瞒您说，是我就是我家的其中一个房间的大小。天哪，老师，那我突然决定了，我们两个今天要四手联弹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今天就从这个衣柜里面直接挑出老师的衣服来打扮一下，然后我们就去探亲了。姐妹装哦，不好意思，老师的家真的太美，所以我们真的看了，现在才看到钢琴。Sorry， 就是这一台石檀位多美，绝美，是白色的哎。老师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，为什么那时候会想要买这台琴吗？拥有一台石檀位钢琴是每个弹钢琴的人的梦想。20岁那个时候到美国念书，第一次弹到石檀位钢琴，就立下这个心愿。对，那一直到我40岁才找到这个梦幻的钢琴。老师，你不可能40岁了吧？老师应该25岁吧？史坦威于约翰·兰农70岁生日时，为了纪念他，开发了 Imagine 系列向他致敬，仿照约翰·兰农送给妻子小野洋子生日的白色史坦威设计，铸铁板上都刻有歌曲 Imagine 的开场音符，以及约翰·兰农亚洲风格签名牌。音板上还有约翰·兰农坐在地球仪上的插图，每种设计仅有生产25架钢琴，老师家这台就是25台中的第8台，全球总数量更是只有175架三角钢琴和直立钢琴，所以真的是限量当中的限量。感谢今天老师让我们参观这么美的家，谢谢，然后还有这台美丽的钢琴。那当然我来了，我一定要来弹一下。而且今天很开心遇到老师，可以跟我一起四手联弹，所以我们带来一首非常梦幻的曲目，是《蓝色多瑙河》。
我要抱你，不是这句话。好人的。一定要有一个 LV 的印象，听见了吗？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吗？See you， 拜。